家也都坐得满满的。我们今天北堂是一个很特殊的晚上，我们今天庆祝我们的圣诞节，一年一度的圣诞节。那在这里呢，我们下面这个节目呢，是因为我们最近就是我们请到了非常有经验的维德和惠利夫妇。我介绍一下哈，这是惠利，然后维德在后面。从非常远 Ann Arbor 来到这边，来到我们北堂。在几个月以前呢，他们义务为我们教，就说吉他、电子琴。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高兴看到我们北堂有很多的年轻人参加这个他们的班。然后呢，现在就出师了，所以他们非常想就说对我们的敬拜哈，在里边就说。为我们敬拜服侍，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一起呢，他们是第一次在我们北堂这么多人的面前来第一次的表演，所以呢，我们大家给他们一些掌声鼓励，好不好？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唱三首诗歌，那这些诗歌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一首就是唱一首天上的歌，我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因为大家都吃饱了，我们来，待会儿来做一点动作，我们来运动一下，我们会唱就大声一起唱啊。等一下，我们还有，等一下，那个 Joseph 的那个 guitar。我先介绍一下。是我们的五谷，他那个礼拜天他是在 Cranbrook 做graduate student， 然后 Cranbrook Academy 是吧 ？Cranbrook Academy， 他那个礼拜天的话都会自己租车到自己坐叫出租车到我们教会来敬拜。他这次为我们弹 keyboard， 然后还有我们的李芳姐妹，她已经是我们敬拜团里头声音非常甜美的一位姐妹，她现在也来尝试弹 keyboard。然后还有 Joseph， 我们都知道哈，他是让福牧师和凤霞师母的儿子。然后这边还有我们的年轻的两位年轻的，请问你叫什么？文颖慧，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她。还有李明，待会儿上场啊。那边那位帅哥是我先生胡兆安，大家都晓得吗？那 ready 了吗 ？Ready 了 ，OK， 可以了吗？可以了哈 ，OK， 那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开始。
上来试试就晓得他们是否在发抖啊，请大家请坐哈。对我们